现在中秋晚会我们去，各党各派的这个里长、五党级里长都帮我们喊动算了。我们今年跨国民党籍的里长比去年少，那这样会不会担心里长的基层支持？我觉得也不会，今年整个外在的形势啊，大家对民进党都非常的不满，那倒是很多，我们也看到很多民进党的这个里长啊，也不敢挂民进党的这个旗帜啊，所以说我觉得只要大家为基层服务啊，我相信大家支持国民党这个心是很强的。柯市长也常常跟蓝营的一些里长然后做讨论谈论会议哦，那你会不会担心啊？我觉得不会，将来我当市长的时候，我相信绿营的这些里长、民进党这些里长也都会跟我一起讨论事情，也都会跟我一起办活动。他们有些人不止讨论事情，还会喊柯文哲动算。我觉得礼貌性的，因为他是现任市长嘛，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。但是我相信他们心都向着国民党的。现在中秋晚会我们去，这个各党各派的这个里长、五党级里长都帮我们喊动算了。